超高上流域に世界的に有名な町がある。世界文化遺産雲南省霊光。私はこの町に10年ぶりにやってきた。没有人。十年前来丽江的时候，人满满的，特别热闹。第一次看到这么安静的丽江。2010年の霊光。踊ってますよ。あ、すげえなここ。ここには少数民族ナシ族が多く住む。町は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た。要摆个 pose。你们是丽江人，老板是哪里人？我四川的。哦，四川。你也是四川吗？我不是丽江人，我是云南人。云南人，我是云南的。取经的。云南的。我是云南的。今や霊光は世界的な観光地になり、外地の人が地元民から家を借り、商売を始め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这照片买吗？支持一下，来这个，啊，谢谢，第一个开张，谢谢，不是那个吗？不是那个吗？那扫这个吗？要搞点私房钱啊？是吗？你结婚了吗？我两个孩子。哦，你有两个孩子啊？那赚钱的压力挺大的呀。嗯，没事。嗯。这个钱嘛，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嘛，对不对？你不挣嘛，就省着花嘛。你先带好，我们回去剪辑啊。剪辑剪两个帅一点的。啊，帅一点，帅一点。开玩笑。P 图 ，P 图。都是年轻人嘛。啊，慢走啊。啊，好，谢谢，谢谢。霊光のすぐそばにある。超高最大の激流スポット、古町峡。お、わあ、すげえ。この10年、中国は激しく変化し続けた。この激流はまるで時代を表すかのようだ。10年ぶりに撮る超高6300キロの旅。今回はどんな変化が、どんな再会が待っているのか。源流のチベット高原から南に流れてきた長江は、霊光市にある長江第一湾で東へと大きく進路を変える。霊光市の中心から車で1時間かけ、長江第一湾にやってきた。我们应该要爬这个山的。对吧。10年前、山の上から見た第一湾はものすごいスケールで圧倒された記憶がある。到了。到了。终于到了。哇。第一湾、长江第一湾。看一下。
所以我突然想，如果没有这个低湾的话，长江流到往下，往下的话去越南嘛，对中国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低湾，没有它的话到不了上海。对，到不了上海。10年前はもっと山の高いところから見たので景色のスケールが大きかった。今回は山道の案内役がいないので道が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だ。你们学校在哪？在那边，有点远。现在几点了？学校が向こうの方なんですって。现在几点了？现在5:30多点。啊，我们上课了，你有吃的吗？你知道了，那怎么办？我没关系。你要不要去？十年前、この町で偶然出会った少年、スンヤオホイ、通称スン君。山遊びが大好きな彼は第一湾の俯瞰が取れる場所をたくさん案内してくれた。スン君は好奇心旺盛で3日間の撮影中ずっと私たちにくっついてきた。はい。今天飞不了了。因为那个上面的风，变来变去的，没有办法掌握。ドローンがなかった当時、モーターパラグライダーで空撮をしていた私たち。スン君はこれにも興味津々で、私たちと一緒に夜遅くまで遊んだ。当時中学生だったスン君、今はど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のか。私は当時の記憶を頼りに彼の家を探した。你好，你认识那个村耀辉吗？对，我们来拍旅游的。你知道他吗？这是我家侄儿子啊。啊，是吗？啊，是吗？你记得我吗？我不记得你，但是他是我的侄儿子。啊，是吗？就是摩托车骑的停在这一家了。啊，是吗？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已经找到了，原来这么简单。就这儿吗？摩托车的。哎，你好。哎。那个村耀辉是？对。认识吗？村耀辉的家。对。他。对。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我十年前来过这里，你记得吗？是吗？对。他在吗？他在丽江。他在丽江。哎。可以进去吗？可以，可以。啊哈，谢谢谢谢。啊，他在丽江啊。哎，在丽江。啊。后面睡的。啊，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当时好多玉米，这边好多玉米。当时9月份。对对对。对。这个家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对吧？那爷爷去世了。嗯。奶奶。听说他现在在丽江是吧？啊，在丽江。他能不能回来？就是叫他会回来。お母さんがスン君に連絡を取ると、彼は霊光市内からバスに乗ってき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で待つことにした。怎么了？你紧张吗？没有，没有。你记得我吗？记得。真的记得吗？真的。那我是做什么的？导演吗？哦，记得。不是紧张。比我高了吗？你两个差不多。怎么样？一样高。对啊。你当时是这么手的？对。用冰玩刷，但你没玩还可以钓鱼。声音变了。スン君、いや、スンさんと一緒に長江沿いの町を見ることにした。那个什么？对吧？就这位嘛。你好。当时在吗？他？
对，在以前蜂蛹就他这里吃的啊。是吗？啊，是吗？过去摊位在那边，记得，我们记得，我们吃那个蜜啊，那个对对对，马蜂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哇，他们还在摆摊做了。对，现在搬过来了，以前在当时他很小。这是蜂哦，蜂卵吗？哦，对对对，蜂卵。蜂卵，哎，再吃一个吧。哇，真的好喜欢，找个翻盘子应该好吃。哇，好怀念。長江沿いにある変化があると聞いてやってきた。以前是和那里一样平的。然后去年是这样。10年前はここに堤防はなく、町は長江の激しい流れによって少しずつ切り崩されていた。当时没有那个地方没有坝嘛？没有，这个后面修的，对吧？因为每年那个雨季的时候水上来，然后就一直在往下垮。嗯。然后现在把它那个修了那个。嗯。你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的吧？对，是吧？现在也喜欢啊，现在也喜欢。我记得10年前你们在这里拍过吧？哦，这个位置，对，你记得很清楚。这个，对，当时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拍的，对，对啊。那对你来讲，那个时候的回忆是什么回忆呢？印象比较深刻嘛。嗯，那肯定的，突然好几个日本人来这里，然后跟你一起玩，对吧？对。这里什么都没有。哎，我很少在家嘛，主要是只有床啊。对，好无聊。我平时都不在家啊，无聊的房间。护照有护照，这非洲的签证，对，是吧？孫さんは地元の高校を卒業後、友人の誘いでアフリカのカメルーンに行っていた。アフリカで子供の頃からの夢であった中華料理店のコックをする予定だったが、不運が重なり夢半ばで帰国することになった。現在は麗江市内のお土産屋で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るという。10年前、私が空心菜が大好きだったことを彼らは覚えていてくれた。空心菜。空心菜。对，你们吃不了辣椒，所以我们给你们放辣椒。对，我特别喜欢吃这个。你自己来啊，我就不嫁给你了，菜。哎，好久不见。多年不见，对吧？12年。嗯，对。长大了，长大了。嗯，那你们没有催婚吗？催婚？催婚啊？我们怎么催啊？就赶紧要找女朋友啊，赶紧结婚啊什么的。差不多这个年龄吧，现在。那我们说了好多了，他说没看到回忆的。哦。当时，いきなりカメラを持って現れた私たちを、心よくもてなしてくれた彼ら。その心の温かさは、今も変わっていない。其实我没想到今天能见到你，我以为你出去打工了。云南人出去的很少问。啊，是吗？毕竟这边环境好嘛。啊，那你喜欢这个吗？长江第一湾吗？喜欢。其实天天看的话也没啥，但偶尔在丽江时间长了，就想回来江边玩一下。啊，还是想看。对。这个点你没变，有没有将来的什么计划梦想？本来就是想做，想去做厨师嘛。啊，本来想做厨师。对，现在影响太大，做不了。OK， 期待。那再过10年后。
下次吃你在你的餐厅吃你的饭，你做的饭，可以吗？可以。翌日、よりスケールの大きい長江第一湾を取るため、スンさんに山の高い場所まで連れて行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你走得太快了，等一下，爬得太快了。这小伙子爬得快。我老了，跟十年前不一样呢。稍微。十年前，一天好像跑了三。对对对对对，跑了好几次。我跟之前不一样了。哦，到了。哇哦，好看。对，可以看到第一湾的全面目。哇，你看，很漂亮，不一样。记得那个拍他拍的镜头从这儿飞过来的，然后那边对吧？这样穿过去。起飞的话是在上面起飞。起飞是这样。塔公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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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公子。呜呼呼呼，呜呼，哦，つかめそう、つかめそう、すげー、イエーイ、イエーイ。10年前。モーターパラグライダーで撮った第一湾の空撮。今ではドローンが当たり前になり、空撮はより手軽になった。ハロー。わーお、わーお、10年の時を経て、撮影機材は変わり、人も変わった。しかし、この街の美しさ、長江第一湾のスケールは今も変わっていなかった。次に向かったのは長江上流域で私が最も美しいと思う場所、ロゴ。この10年で 3,4 回ほど行ったことがある思い入れの深い地だ。お、久しぶりだな、この雲。わあ、懐かしいな。懐かしいしか言ってねえの、これ。この旅で。知道了，谢谢啊。わあ、青いね、青いよこれ。長江水源の一つであるロゴ湖、標高約2700メートルもの高い場所にあり、中国で最も水の透明度が高い湖の一つだ。私がロゴ湖に興味を持った理由、それはこの地に住む少数民族モソ人が伝統的な母系社会を残していることだ。那个是，なんだっけ、女神山，女神山。那个山是泸沽湖的摩梭人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山，住在泸沽湖的民族叫摩梭人。泸沽湖叫女儿国，就是女孩的天堂。都什么事情都是女孩说了算。ロゴ湖は通称女性の国と呼ばれ、女性が働き家の決定権を持つ、いわゆる母系社会が残っていた。私は10年前ここで一人の女性と出会った。彼女の名前はラツホ。村一番の歌い手として観光客をもてなしていた。这里是他做的，这样。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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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谢谢辅导啊，坐一下。啊，我的顾客都已经走了。啊。嗯，都已经去湖边了。
不变了。嗯。你什么时候？哎，你是老头吗？对啊。啊，是吗？我认不出来，不好意思。啊？认不出来。为什么？你变化太大了。老爸是不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变化太大了。嗯，是谁？啊，你家跟没有变化？我家没有变化，根本没有变化。现在什么什么？现在变成重点保护民居？变成重点保护的居民家了。300年の歴史を持つラツォの家、壁飾りの中に面白いものを見つけた。酒飲み大会第1位、これは一体。うん、太漂亮了。透明的。非常非常透明的。哇，好漂亮。他们没吃饭。现在是聊天。还没开始。还没开始。この日はちょうど端午節、村人総出でご飯で食事をするのが伝統。全是猪肉啊！都不要了，我开始吃。不要不要，来热一下。为什么有寿司？好的好的，是这个。哇！这个土鸡。张叔，你要不要？好吃的吗？好吃啊。莫说酒是福酒，吉祥如意酒呀，民族团结酒，请大家喝一杯莫说的酒。干杯，节日快乐，扎西德勒。ラーツォ一家は特にお酒が強く、今までのお酒対決でたびたび優勝を獲得してきた。我刚才就在用公用一个酒，哎，这样子对，四个不中，就多看不看，都不知道，今天怎么样嘛？可以走婚的，晚上我可以去试他家，对，然后该做的。我真的是，这边的女人太恐怖了，这个才叫女儿国嘛，女人的天下。女儿国太恐怖了。坐下来。因为女生是领导嘛，这边的，她是未来的领导，所以去就可以了。那喝醉了，离开一点。酒飲みで盛り上がる中。みんなを温かく見守る民族衣装を着たこちらの女性、彼女はズームーと呼ばれる一家の主人だ。女性が家の主を務める母系社会のモソ人、子供は代々母親の姓を継ぎ、夫は家には入らない。この結婚制度は通い婚と呼ばれ、かつて夫は夜になると妻のもとを訪れ、朝になると自分の家に帰っていた。ネットが発達し、都会の情報を知るようになったモソ人。かつての通い婚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那个吗？ハロー。翌日、私はもう一人の友人と再会した。哇，带孩子了。彼女はジェンジェン。大了。哦哟，孩子大了。山青。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记得吗？记得呀。几年前？2015年嘛，是不是？2014年。2014年。初めて会った時はまだ独身で、
モソ人の伝統を守ることを一番に考えていた。で、祖母になるのね。那有一天你也要成为祖母。啊，我也成为祖母，穿上祖母的服装，坐在祖母的位置，睡在祖母的床上。なりたいの祖母に。那也就是你想成为一个祖母。是，一定会成为祖母的。嗯。只要摩梭的女的到那个年龄段，都会成为祖母。彼氏はいたが、あくまで通い婚という形式を守ろうとするジェンジェンと一緒に住みたいという彼氏の間で考え方の違いが生まれていた。那你们现在还没有商量出来最终的那个方式是吗？商量出来，让你决定一个你的倾向，你是愿意用哪种方式？想每天在一起？嗯，想跟老婆在一起，想跟小孩子、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我理解的走婚就是跟我想的结婚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方法，一种样式。什么样一种样式？就是还是会按照我们的以前的走婚的那种，那我觉得那是最合理的。嗯，这奇怪了呢。その当時の彼氏と結婚したジェンジェン、あの時の考えは今も変わっていないのだろうか。ああ、哈哈哈！哎呦，没变，没变了，那这里没变，嗯、对。哎呦，三、二、一，好的。哎，对比一下。这个房间没变啊。真的是一样，构图一样吧？基本一样。去看一下。基本一样。这不是素有茶吗？去吃过药，我们都喝的。我们都喝的，今天早上嘛没喝这种。叫青刺果油，就是每年端午节必须要吃那个，就是拿馒头蘸的那个，尝一下啊。这是一个尝一下。吃这个啊。这个是茶。怎么样？这不是橄榄油吗？不是，不是吗？有点像啊，有点像，有点像。嗯，我有些，好吃，好吃。不是橄榄油，嗯，那这个是粽子吗？嗯，粽子。这不是汉族的，是的，这是这个是这是买回来的，我们以前没有这种，然后现在对吧？以前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种习惯，也不会包这个。嗯，当时刚好准备结婚的阶段吗？嗯，2015年12月结了。那会是2014年啊，对啊，一四年，2014年底，嗯，对，然后2015年底结的。哦，你为什么不走婚呢？哎，我们俩这种也是走婚呀，是吗？也属于走婚呀，我没有嫁过去，然后但是他在这边的时间多。还是他不住这儿？不住这儿。住啊，住这儿呀。走婚不是那个走过来的吗？也不是，怎么说呢？我对走婚的概念是晚上过来，不是不是，然后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然后回去。不是不是不是吗？宣传是这样宣传。宣传是这样。真正的走婚不是这样的，我们俩这种也算走婚啊，但是小孩的户口，洋洋的户口在我家这边。户口是你们的。户口在我家这边，然后呢，他就是两边都忙，哪边有事他就两边都忙，但是住是都是住这边的。两家都要管，对，两家都要管。哦，你的话不是要两家都要管？我管一家就可以了。女生很好。哦。你是在湖边拍的吗？丽江拍的。丽江拍的？为什么要去丽江拍？在这拍什么就是。料理は普段夫が作るという。しかし夫は恥ずかしがり屋でカメラの前に立ちたくないというので、ジェンジェンが料理を作ることになった。湖用水的话基本上都是外边的。对，因为现在保护湖水嘛，保护湖水，就湖里的水就不让抽了，然后就每家都用了这个自来水。一个一个的洗。一个一个洗。洗都不会。好了，不行啊！你老公会吗？对，是吗？他早上又跑了。
他又跑了，就怕我们来是吧？我们下来之前就跑了，把女儿带着走了，他怕你问他问题。摩梭男人是不是有点害羞？腼腆啊，害羞是吧？也不全是。哦，就我老公，就你的老公是属于特别腼腆的那种。哦。黑暗料理。哎呀，哎呀。没拍，没拍，没拍到，好好吃的呀！我们把米线煮太烂了，已经不是米线，要变成粥了。你的老公多好，是吧？基本上他做饭，看出来。你俩。可以啊，可以吗？对啊，挺好啊。我放了醋。米线是没有什么不好吃的。你今天是啊？你好，你好，啊，祖母，祖母，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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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不认识你。啊，这啥什么？嗯，摩梭服装。摩梭服装，你穿不？啊，可以可以穿吗？嗯，可以穿。可以穿你。谢谢。今天是你摩梭。この日は民族衣装を着て全然と出かけ。怎么样？哦，漂亮漂亮。还好。好怀念的感觉。是吧？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我就穿着，你就穿这个嘛，是的，对吧？就穿着这个。对。この10年、ロゴコがどんな変化をしたのか、彼女と見て回ることにした。最初に訪れたのは、モソ人の心の拠り所である女神山。有点怕呀。哇哇ここなら老後全体を見渡せる这十年有什么变化吗这些年山上的树更多了你看你看湖边以前靠近湖边那些客栈都没有了啊、哦、就往后退了、啊、对往后退了、嗯、湖畔では生活排水を湖に流さないため、すべての家屋を80メートルほど後ろに移す大工事が行われていた。もともと家屋があった土地は公園に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あ、那个半岛呢？那个是里格吧？嗯，里格半岛。里格半岛。嗯，对。现在还有人吗？没有了。没有了。没，都搬走了，不能住人了，不能经营了。最後に。10年前より環境保護が厳しくなったロゴ湖を船に乗ってみることにした。エンジン船は禁止され、手漕ぎのボートのみが許される。これは10年前から変わらない決まりだ。就是对靠岸边才有。啊，靠岸边才有。对。挺漂亮的。水质好的地方才会有。哦，是吗？对。水性洋花と呼ばれる花水面下を見てみると花びらが水面を浮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なんとそこの土から生えているのだ水がきれいでないと生きていけないという現在わぁ、太漂亮了这个近太美了空から湖を見ると鏡のように空を映し出しまるでボートが空中を浮いているようだ。よいしょ。わあ、好舒服啊。挺好。没有什么杂的味道。对，很天然的味道。所以现在你的女儿。在那个泸沽湖的幼儿园。嗯，对。是吧？嗯。
那你没有想过什么丽江的幼儿园啊或者城市啊？想过，但他想过是吧？啊，对，我看上小学就送到丽江去读吧。那你也搬到丽江吗？有这个打算。哦，是吗？然后就带他在那边上学，然后假期再回来。哦，那老吴呢？一起了呀。啊，一起。啊，那不走婚了，是吧？完全是普通的，不能说普通，跟汉族一样的那种。怎么说嘞？也不完全一样。是吗？啊，像我女儿，她的血缘是按我这边来算的，啊，姓，哦，也是我这边来姓的。哦。啊，这个稍微不一样啊，嗯，汉族。对，是吗？为什么不好？就有这个习惯嘛，都要依赖男人的话，就自己的朋友那些都会看不起，感觉是看不起自己的。哦，这个看不起，有一点点这样的。哦，自己的感觉嘛。我们从小生活在这里，我们女性的地位就很本来就挺高的，然后，对。所以这边没有说是女性被欺负呀，被家暴，几乎没有被家暴呀，没有家暴，几乎为零。那有没有反过来的家暴？女生打，女生打男生，有吗？没有吧？女生打男生，真正打起来也打不赢，对不对？对对对。湖上海藻花，风吹阵阵响，我的思念在远方，在远方，难忘那一夜，歌舞篝火旁，眼睛说了多少话，我俩相亲亲一场。阿哥妈的咪，阿哥妈的咪，我托清风捎个信，千里送花香，山花烂漫入孤湖啊，哥哟，真是好春光，马大米。你过了，你看腻了吗？没有啊，怎么看都看不腻啊。是吗？啊，是真的，真的看不腻。是吗？啊。那其实这个，我也第一次看了。没有人的，不是没有游客的泸沽湖，非常好。虽然不能这么说了，太自私的一个想法，特别好。是的，对，安静的，对。那对你们来讲肯定不行的，是的。对我来讲特别好。对，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是的。彼女の通い婚へのこだわりを変えさせたのは夫ではなく中国の受験戦争だった。かつての私なら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だろうが、私自身中国で子供を育てている今ならそれが理解できる。教育といえば思い出したのは次の目的地、10年前に撮影した長江最南部の玄房にある中学校。当時ものすごい勢いで勉強していた彼らは一体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啊，怎么回事？应该这边有房子的。原来是吧？
就这个路，我们现在在这个路，然后这个门是这个吧？对，红色的砖嘛。对。哎呦。哇，没了，你看。近くのダム建設で水位が上がり、取り壊された中学校。次の再開はやや難しいことになりそうだ。想象生命去向从不改变，是深沉的场面，在平凡中超然万千瞬间。就像过去未来从不改变，是命运的蜿蜒，在时光里描绘下雨离别。翻过了眼，凋零了花，谁倾诉在飞扬，是陈旧的旋律透过光温柔飘落在耳畔，忽然间想起未期待远方，啊，是你陪在身旁。谁若要长路，与君伴此长，刹那烟火如诗。两位新人，那个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两位新人，下一个拍一个广一点的啊，还保持刚才一个动作，来来来来来来，新郎那个阳刚一点，阳刚一点，对，男人味一点，男人味浓厚一点，什么男人味？来来来。